来中国学的生活小妙招之吹风机。哇，这个天气太热了吧，开空调吧。Later。怎么没办法呼吸？进院吧。四年后，不要搞了，好了，别沮丧了啊。啊，毒贩贩又是尿。哇，快递的这个标签真难撕啊！拿来。容器大街小怪。